快点帮我弄！哇哇！发生什么事了，傅博士？时间刚刚好，快来试试我新研究的菜式。博士，你说的非常着急的事，指的就是这个吗？对呀，这可是我为恐龙们研究的科学菜谱。晴晴，给你看看这个。这三只小恐龙，我怎么没见过呀？这些可都是珍稀恐龙。 由于生态环境的影响，它们现在已经很少了，所以我想着把它们保护起来，但有些还没找到。保护珍稀恐龙，听起来好酷啊！我也来帮忙。当然可以，可是你要通过考核才能有资格保护哦。我愿意。既然这样的话。 只要你和霸王龙能在规定的时间内把这只小蜥蜴龙送回来，就算你们通过考核了。我们会完成任务的，对吧，霸王龙？霸王龙，你没事吧？哎呀，看来面条还是失败了。奇怪，傅博士给的位置明明就是这儿啊，小蜥蜴龙啊！ 哇！别闹了，霸王龙，好痒！哇！霸王龙，刚刚不是你挠我？奇怪，那会是谁啊？我。哇！怎么了，霸王龙？哇！你干什么呀，霸王龙？哇！你是说我拍你脑袋了？我没有啊！哇！ 小蜥蜴龙，原来是你搞的鬼！别跑，快跟我回去霍博士的实验室！呱呱！别冲动，我突然想到了一个不错的主意。我。 怎么就不见了呢？看来只能放弃了。嘘，这招叫做引蛇出洞。一会儿等小蜥蜴龙来吃这个鸡腿的时候，我们趁机抓住它。这可是镇上最出名的蜂蜜鸡腿，这个蜂蜜非常香，鸡腿也非常鲜嫩。小蜥蜴龙一定会上钩的，你说是吧，霸王龙？ 住口！这是用来引诱小蜥蜴龙的，可不是让你吃的。不管了，先抓住它吧，霸王龙。不行，这样会伤到小蜥蜴龙的。这次我不会让你逃跑的。 呱呱！危险！小心！没事了，小蜥蜴龙。我没事，霸王龙。小蜥蜴龙，你愿意跟我回去傅博士的实验室吗？ 苦啊！苦啊！苦啊！苦博士，我们把小蜥蜴龙带回来了。苦啊！辛苦你们了，星奇、霸王龙。不过，星奇，你已经超出了考核的时间喽。哦。但是，通过这场考核，我发现你还是具备一些优点的。优点？没错。 懂得保护小恐龙，并且对它们有耐心，这些你都能做到。所以，我决定让你通过这次考核，希望你能在下一次的任务中做得更好。真的吗？嗯。哇，太好了！下次我们一定会更努力的。这是你的新装备——暴龙战表。哇，好炫酷啊！试试它的功能吧。 啊！哦！哇！这是我新发明的暴龙战机，它可以带你去任何地方。从今天开始，你们就是护龙小斗士了。暴龙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就是护龙小斗士喽！哇！<笑>